我先生，林子格老先生，新加坡在艺术界里边无人不晓。他长期的坚持追求所谓创新的那种精神，以很踏实的专利书写他的作品，无论在书法界或者绘画界。 他都表现出一个很强烈的所谓个人风格。他已经呢掌握到了啊这个书画中央的最高的境界，都给他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大家可以慢慢看。 Just like in France, they are able to call impressionism their own. I hope that we also are able to say that we have our own genre and it's called China, Singapore in painting. 今天到来，心里都很感动，无出我意料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爱好这个艺术的朋友，啊，王小泉这个赵振强夫妇，这个为我这个进行这个发展，我非常的谢谢。